前两天200多万人看过的陆处，大家都嫌麻烦，那不如试试这个孙三娘同款中式绿豆糕。绿豆要用脱皮的，提前一晚上泡水，然后用煮饭模式放进电饭锅里煮熟。如果你有压力锅，那连泡都不用泡，煮饭模式直接压熟就行，然后倒进搅拌机里，加点牛奶一起打，更加的顺滑。倒进不粘锅里，加砂糖、炼乳和黄油，小火不停的翻炒，直到变成这样不粘刮刀的样子，绿豆糕就完成了一大半。取一小部分绿豆泥，用抹茶调色，把两种颜色的绿豆泥放进这个牛杯制造机里，轻轻一压，瞬间就变成了高攀不起的样子。我们这个配方不会特别甜腻，大家记得点赞收藏哦。